你来了，你一个人？大家都出去了，走吧。给你买点吃的。哇，谢谢你。哦，是小绿的结婚请柬，他回老家了，今天打算结婚。不过我工作事情太多，走不开，只能给他一个大红包了。 现在想起来，这些事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了。你们现在这里货这么多，忙得过来吗？还行。阮浩又叫了个朋友来帮忙。我们打算明年换一间更大的工作室，多招些人。希望这里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我会加油的。我知道这个工作室是我全部的心血。辛苦你了。拜托你，你不要再瘦了好吗？没有事的来我家，我给你做。你现在都会做饭了？当然，我现在天天做给我爸吃。 你爸其实住也在北京了。他一个人在家，一闷就喝酒，还不如来北京让我看着。这样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也好照顾。徐毅，每次见到你，都要让我刮目相看一次。我见证了太多死亡，巴拉，我妈。 还有咪咪，你说的对，那个蓝色的星球总是在转，我们总是会被命运变得更坚强。你也加油。 再一次，来，手给我，来哦，加油哦，加油！我练了几十次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来，再一次，不要放弃，来，手给我，来，再来，再试试看。 加油！好，一，来，加油！不行了，不练了。不要气馁，照这个速度，很快你就可以正常走路了。
我是不是很丑？我觉得你很漂亮。你也骗人。真的。重要的是，这里。虽然你经常发脾气，有时候还很暴躁，但这都是正常的。 我帮很多人做过复健，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。有时候，不要去想你失去了什么，而是要想你现在拥有什么。好，戒指链，来，把手给我。 一、二、三，来。印刷厂的事联系好了吗？联系好了，辛苦了。哎，丽儿，帮我看看这个稿子上改行吗？行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耳朵，刚刚老大跟我说他找你有点事儿，你一会儿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好，马上过去。你要不先喝口水？谢谢。 一、二、三，来，来哦，加油，来，用力，没关系，叫出来没关系的，加油，好，快站直，快站直，不行，你可以的，来，深呼吸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很好，很好，哎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 快可以站直了，加油！看，很棒啊，很棒！我手放开试试看啊，好，调整呼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很好哦，你做的非常好了，是不是很棒啊？你看差一点站直了。好，你先休息一下，记住这个感觉，我们待会再试试看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忘记跟女友一起吃饭了，我马上过来。 我就猜到你肯定忙忘记了，你吃东西了没？我让熊胖给你送蛋糕过来啊。不用麻烦，我这里马上就结束了。哎，我休假以后，老大把我这儿的活都推给你了吧？你呀，千万要注意休息啊，别太拼了。知道啦。对了，我婚礼你可千万不能再忘了啊。好，我知道。我还要去当伴娘的。是呀。嗯，哎，张漾。 他还是没有消息吗？嗯，你放心吧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我明天给你送点蛋糕过来啊，吃点甜的，人就不会难过了。嗯，那你注意身体啊，拜拜啦。你们最近还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 张扬他还是什么都不记得。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会想起所有的事情？我想在那天之前，他会爱上我。<笑>如果没有呢？ 不会的，我祝福你们。
不过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改变主意了，随时来找我。年底我就要移民澳洲了，我多希望是你。 陪我一起去。你们店最近很忙吧？嗯，也没有，熊胖马上就要把人招齐了，这样过几天我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。 你们家熊胖真疼你。从以前就舍不得你累。哎，对了，上次见你太匆忙了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工作怎么样了呀？你知道的，都是些琐碎的事。这年头好的作者不好找。你为什么不试试自己写书呢？我一直觉得你文笔特别好，写出来一定会受欢迎的。哎，你就写你自己的故事，从青春期一直写到现在，一定会非常火爆的。 你就写你自己的故事，从青春期一直写到现在。我是一个好姑娘，我成绩优秀，助人为乐，吃苦耐劳，尊敬长辈。遗憾的是，我左耳听力不好。如果你站在我的左边跟我说话，我就有可能一点儿听不见。 不好意思，来了，来晚了。这么着就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你拿到美国那个实习机会了，太好了，有他。你想去美国吗？你之前不是说想读传媒吗？ 你想出国读书，去美国挺好的。当然，我提出一个建议，我只是想让你换个环境，重新开始。没找到他之前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 一定会找到的，一定。刚从海里钓上来的鱼，来，你尝尝。好啊，你快坐下。我来尝尝啊。
怎么样？好吃。来，多吃点。我爸以前常说啊，喜欢吃鱼的人聪明。你想起来了？嗯，我想起来一点，但都是小时候发生过的事情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快吃。来，多吃点，一会儿啊鱼就凉了。来，这太远了，我不行。你行的，只要走到那里就可以了。戴上它，我看不见了。我看不见，你才能够专注啊。不行，我还是想坐回轮椅。不行，你想想看，你连这几步都走不了，你怎么开复出演唱会呢？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要有信心哦，记得要专注。加油哦！你走的每一步，都让你离你的演唱会更接近一步。相信自己，要相信自己。我知道很难受，但你一定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没有到，快了，就差几步，加油。好，很好，你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知道很难受，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快了，快了，就差几步，加油。你可以的，你做得非常非常的棒。你看，你看。你看你走了多远，你一个人走了多远。谢谢你。你都已经做到了，还哭什么呢？谢谢你。你不用谢谢我，这全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你做得非常的棒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做得到了，继续加油。哎呀，我就说你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做这个生煎了呢？你忘了，这是咱女儿最喜欢吃的。小的时候，咱俩还老带她去淮南路上吃张阿婆生煎呢。那个时候啊，她只要一生病，吃什么都不管用。但只要一吃张阿婆生煎啊，病就全好了。有这事儿？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？后来你工作忙，咱就不带她去了。到现在为止啊，她还经常跟我说想吃张阿婆生煎呢。早说，你早说，咱就把那张阿婆专门请到北京来，每天给咱闺女做这生煎，到时候咱给她包吃包住，不就结了吗？行了，现在啊，她女儿啊在美国可有出息呢，前几年就把张阿婆接到美国去了。哎呀，咱们呢好好做，
还不知道咱们的闺女喜不喜欢咱俩做的这个呢。想吧。你们在哪儿买的？吃起来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像小时候的味道。 爸爸想好了，以后啊，准备就跟你妈妈一起开一个蒋阿婆生煎。妈妈做的？嗯。我怕你在外头吃不习惯，我跟你爸爸一块做的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我可跟你说，你妈妈啊，至少可有10年没下厨房了，宝刀未老吧？是不是？小佳。 你只要喜欢吃，妈妈呀，天天给你做好吗？嗯。妈妈，小豆豆，哎，别站起来了啊！哎，我可以。我小心点。爸爸，一切都会好的啊！嗯。女儿最棒了。 长脚，我今天来是想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转交给张扬和徐毅。你是来道歉的。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。很多事情道歉是没用的。你说的。 真的谢谢你了。哎，等我客气干嘛？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不然他回来饶不了我的。嗯。不过，我总觉得他不会有事儿的。我也觉得。今天晚上的星星真的很亮。 以前我听人说，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。你好像以前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。张扬，嗯，你来这儿这么久了，你喜欢这儿吗？当然，对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来说，拥有现在已经很幸福了。 甚至不敢奢求未来。我们会有一个很幸福的未来的。但是，我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
我担心自己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。他的记忆呢，是有希望恢复的。那他多久可以恢复记忆啊？这个说不好，快的呢，可能几天就能恢复，慢的要几年。季姐，你是不是我女朋友？曾经有一首歌曲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记起来。没事儿，多久都行，我一直陪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会想起所有的事情？在那天之前，我想他会爱上我的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好了，外面有点凉，我们进屋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会想起所有的事情？我爸以前常说啊，喜欢吃鱼的人聪明。你想起来了？我想起来一点。你好，来，张亮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你的大学同学阮浩，阮浩，啊，大学同学，你的大学同学，你干嘛？你过来，这个，nice to meet you。对不起，我真跟你 nice to meet you 一下啊。来，李二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儿来，你坐这儿，来，对对对对对。
你坐这儿啊。好，来 ，sit down，sit down，sit down，everyone。那个，今天大家都聚齐了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呢，多亏了大家的帮助，一定要感谢大家，感恩，谢谢，明白吗？来，喝一杯。来，来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好。但是，最要感谢的是你亲兄弟许毅。你们在的时候，多亏他扛着呢。哎，对了，许毅怎么没来呀？啊，他去上海开订货会去了，下周回来。我和弟弟为什么不是一个姓啊？说来话长，你真的想听吗？再等几天吧，我先熟悉熟悉。那好，熟悉熟悉，熟悉熟悉好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喝喝喝。来，来来来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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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加快熟悉啊。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别客气。都说你死了。老子不信啊！你命这么硬，这么牛，这么帅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？啊，老子不相信，对吧？哎，我就一个想法，我一定要帮你守住这个家，守住这个店，等着你回来。啊，来。来来来来，不是，这谁买啤酒？怎么没味儿啊？你别喝了，都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今天特高兴，我特别高兴，我今天。兄弟，失忆了没有关系，啊，兄弟，我可以帮你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回忆嘛，回忆，啊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有俩爹，俩，你还有两个兄弟，一个是徐毅，小白脸，哎，特帅，真的，特别特别帅那种，那是你的亲兄弟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，黑人，我是黑人。我是谁？黑人。对，我是你那个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，知道吗？你喝多了。哎，不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没有，没喝多，我这帮想让恢复这个回忆，回忆，啊。李二，你来正好。张，这是你的女朋友。我女朋友不是吉吉吗？她一直陪着我。不是，黑人，你弄错了，你又喝多了。我喝什么？我没喝多。哎呀，我在帮我兄弟恢复记忆呢。喝多了，走。我张，哎，张，咱俩晚上得稍微单独聊聊，好吧？好吧，走了。好，我就我先休息会儿，好吧？好，行，走，当心啊。走，慢，小心点儿。好，慢。好，你叫李二。这是我。哪个耳？王字旁加个耳朵的耳。你想起来什么了？没有。不着急，慢慢想。好。喂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你呢？在海边。嗯。早点回去，当心感冒了。我很快就回去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
记得关窗。好，你也是，小心身体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他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？他才刚回来，让他适应适应，时间还很多。说的也是，能回来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的婚礼定在下个月的2号。怎么这么赶？再晚我就穿不进去婚纱了。为什么？我有了，有了。什么时候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是秘密啊，熊胖不让我说的。为什么？他不好意思呗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两个去医院做 B 超检查，然后他就一直这样盯着我的肚子，左看看，右看看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你就跟孩子说句话呗。你猜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肚子说，喂，里面有人吗？恭喜你。你说什么？信号不好。它属于暂时性失忆，因为大脑受到外界的剧烈碰撞，造成脑积血，血块压住部分记忆神经导致失忆。他说，他常常会觉得很熟悉，但是具体是什么想不起来。那就对了，你多带他到原来常去的地方转一转，帮助他回忆。好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恢复记忆的过程有可能很快，也有可能很漫长。我知道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刚到菲律宾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信号不好。喂，喂，信号不好，你说什么？今年年初，由他在美国加入了 MSF 无国界医生组织，这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。当发生战乱或者灾害的时候，他们会义务提供救援。姨妈非常不赞同这份工作，但由她很坚持，她也一直鼓励我一起参与。上次跟你说的是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来这边工作并没有想象中危险，我知道你有牵挂，但有机会来这边工作是非常难得的事，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家里就你一个人？对啊，黑人早上就去工作室了。你怎么不去？
我帮不上忙。怎么会？这个品牌是你一手创建的？我好像不太感兴趣。你来北京之后，是不是不开心？你看出来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回来？